大德请合掌。恭称本师圣号三称即明学修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今如力欲学行，于且相应实相意，弥勒造论我所依，以四法印印自戒，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守护清净心。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大家早安。好，我们的戒律仪打算今天要结束啊。同学，不是说戒律仪结束就不再学戒律仪了，反而是要入到根律仪。戒律仪的圆满是要靠根律仪的，所以我们在根律仪的那个地方，同学们可能可能会更进到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因为要落实在六根上面啦，那才真正的能够圆满戒律仪。所以同学，我们今天暂时戒律仪今天在这边就这一个段落，我们就把它先过去，然后进到根律仪。同学不要以为是另外一回事，好吗？知道吗？根律仪其实所有这里头，我记得我讲过不止一次了。我们所有学的，不管是涅槃法缘也好，或者是现在学到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根律仪了。而且同学们不要以为根律仪，我们初学根律仪，所以根律仪应该是蛮浅的，是初学的，不对。其实根律仪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成佛为止的。而且今天的重点是在三业清净啦，身口意三业，看得出来吧？今天的重点身口意三业三业要清净，那是为佛与佛才能够做到的。三业清净就佛出世，三业清净的表现就是在根律仪上所以同学们不要以为，你知道用语言的东西就是这样，一定要分段落嘛，用语言就是这样嘛。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东西是一体的。今天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体，也是在那里一心十法界那个地方损他一定自损，益他一定自益，不可能你损他自己会得什么好处，自己会很快乐，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法界是一体的，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个地方法界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每次学阿赖耶识的时候都会强调，阿赖耶识不是你的阿赖耶识，我的阿赖耶识，不是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变成灵魂的观念了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学阿赖耶识最大的陷阱，也就是最多的人所犯的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把阿赖耶识跟灵魂搞不清楚，弄成一个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所以同样的，阿赖耶识能够转染成净，或者说转世成智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真如，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边就是一心十法界它是一体的。这个观念真的同学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你就会知道绝对不可能自私自利，我好或者是把家里的门关起来，我只要自己家里头好就天下太平，就一切圆满具足，不可能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所以同学很难啦，一次就讲清楚，不过慢慢嘛
总要开始嘛，总要开始嘛，哦，慢慢的我们会有这种观念了，哦。好，同学们，今天白板上哈，从当知开始啊，你看我的那个也是六个了，一二三四五六，对吧？这个跟以前我们爬书文字啊，完全按照论本文来爬书它的段落所啊，戒律于的下面分成啊六科啊，从戒律于当知到变三，到窥满十，到六义门，到三净，到圣功德十种，六科对不对？那个是文字，第一次读文一定要先做这种功夫，就是爬书文字，把文字的段落先找出来，这样明白吗？他问什么，他答什么，这个是学学唯识法相啊，法相中的特点就是论，就是论啊，用论来解释经，那论是智慧门啊，经是定，正定，一个人能够正定门，论呢，论是智慧门，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不明白什么事情叫你去做哈，不难，难在叫你心甘情愿，对吧？只要你心甘情愿，你就一定会做嘛。怎么样才会叫你心甘情愿？道理明白嘛？你知道非如此不可，对吧？你自己知道非如此不可，道理就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只要能够把道理弄清楚、搞明白，你就一定会升起圣解心所，深信圣解心所，你一定会就升起圣解心所，你的心就会决定了啦。所以呢，经就是讲这个，它经讲的就是实相就是这样嘛，你有什么好不决定的，就是这样，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是这样，经是这样啦。可是你不明白道理啊，你不明白道理你就很难深信啊，你不深信你就很难圣解呀，就是决定了圣解，应持为性哦，不可引转为业，变成心理的决定境，那叫圣解。同学，假如你不背性业表，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定义而已啊，性业表就是这样。我讲到圣解，你就要想到啊，圣解是什么，圣解是什么意思啊？圣解是有一个决定境，决定境怎么来的？你那个决定表示你不可引转了嘛，三业不可引转嘛，三业不可引转怎么来的？因为应持为性，心里头是这样一直应持为性，这样明白吧，同学们？我在讲什么？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跟你保证啦，我的语言很精准。为什么我的语言很精准？因为论文这样写，经文这样写呀，你这样懂不懂？我只是鹦鹉学语，照本宣科而已啊，避免用我自己的意思，你这样懂吗？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同学们呐，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哈，只是我就是这样子啊，鹦鹉学语，照本宣科。只是我理解了以后，我会用一些比喻啊、例子啊、日常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经验解释给你听，让你比较能够入文意，就是你自己比较能够理解啊，佛在说什么，经文或者论文在说什么，如此而已。我不发明任何东西的，就是这样子，这样明白吧？那我怎么解释呢？当然还是依论文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怎么解释啊？对不对，同学们？你知道同样一个现象，每个人看就是不同的解释了，所以这就乱七八糟乱解释了嘛。假如你看一个解释，我看又一个解释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解释啊，都不是完全的真理实相。否则怎么会你看一个我看一个嘞？我们大家一起颠倒，你知道吗？你看这是墙壁真实有的，我看这也是墙壁真实有的，反而我们假如大家是决定境的话，你看这是真实有，我也看这是真实有，这个表示我们一起颠倒，反而是一起颠倒。同学，佛法哈、哦，
佛法到最后只是要对治掉我们大家的颠倒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只要不颠倒，你就见实相了。实相并不是另外产生的，不是这样，实相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们颠倒全忘，全忘颠倒全忘，但是全忘不离于即，就是不离于那个实相啊，明白吗？只是那个妄妄想执着遮住了实相而已，实相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被妄想执着遮住了而已，对吧？对吧？佛一开悟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奇哉奇哉，啊，奇哉奇哉，对不对？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哦，什么东西？哈，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这个我们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这个是本然的，本来就具有的，哈，本来就具有的这种觉知性、觉察的能力，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你什么时候自己常常在那个地方，哈？故当密字检点呐、啊，我们日用所起之念，同学，戒的根本就是这个，有吗？我们有这样做吗？我们有时时刻刻的回来自己内心，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吗？我们只要一根触对境，我们一遇境，我们就随妄转了。那些刚才讲过的，全部都是颠倒妄想，可是我们就已经被它所牵了，就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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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境界，对吧？我们遇到境界，升起我们的权势，可是我们的权势是妄想执着呀，是无明为体的。对不对？为什么每次都要提醒这件事？可是我们一遇到境界，是不是就心随妄转？对吗？我们的心永远是散乱的，散乱的。什么时候我们有那个习惯，遇到境界的时候，先把眼睛闭起来，回到自己的呼吸上，然后正念真如。提醒自己一下，实相不是这样。你怎么提醒？你的心遇到境界就跟着他跑了，你怎么提醒？所以把眼睛闭起来，切断，切断你与境界的联系。我只是举一个眼根为例，因为眼根呐、啊，只要眼睛一闭，你就切断了你的根和境那个关中间的联系，那个关系就切断了，很容易的，对不对？眼睛一闭，切断那个关系，回到自心，回到自心，回到自心哦，就是回到自心。其实不需要借什么工具的，可是我们现在回到自心哦，不容易了。我们妄想惯了，我们散乱太习惯了，叫你马上没有什么工具给你，叫你回到自心不容易，所以给你一个工具，那个工具就是呼吸。让你借助看你的呼吸回到内心上，看呼吸永远不是我们要的目的，不是的，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善巧的工具，很方便使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随时随地在呼吸啊，自身携带啊，不必外求啊，对吧？你只要一回到呼吸上，你就暂时的跟外境切断关系，对不对？同学，这一个礼拜有没有回去练习？这一个礼拜有没有？这是我们上礼拜教的东西，这一个礼拜你有没有练习？还是一样，假如自己不练习哦，教过的东西假如自己不练习，它就永远都只是概念法，概念法不生根，不生根，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作用力，你别指望。所以学佛说学了十年二十年，你平常觉得听一听这个还不错，假如真的碰到什么很出猛的很强烈的境界，很强烈的境界的时候，你学了几十年的佛法到底有没有用啊？到底有没有用啊？平常都觉得佛法还蛮好的，突然有一天，一个身体检查，
得了癌症，很多癌症一知道就已经是很晚了啦，对吧？像肝癌无声无息的，你一知道就很晚了啦。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想？哎呀，我整天拜佛，我整天放生，我整天干嘛干嘛拜忏，一点用都没有嘛，照样得癌症嘛。你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一开始学就学错了。你以为佛法是拜佛，你以为佛法是拜忏，你以为佛法是念佛，你以为佛法是放生，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从来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对不对？同学，我们几乎也是，我的感觉里头也是每次都必定会提这个佛法。佛法的不共法，真正的佛法不共于其他任何世间法或者外道，不共，它不共。佛法真正的核心，佛法真正的佛法就是那个佛法的不共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嘛。又不难，又没有很多。真正的佛法也就是不共的佛法只有般若波罗蜜。我有讲过第二个吗？偏偏你非要用般若波罗蜜才能够知道诸法实相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再提醒，由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这才是学佛的究竟目标啊，这才是学佛的目的。学佛只为这个，不为其他，不为其他。所以你怎么学佛，我学佛还会得癌症，我学佛还会什么什么遇到像921大地震那样，你要怎么办？可能就是那一刹那哦，一两秒钟的时间哦，就家破人亡哦，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活下来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同学，真的真的，般若波罗蜜的体就是不住法住，记不记得呀？我们一直在讲不住为体，不住为体。这个无上菩提的体是什么？不住，不住为体，不住法，就住般若波罗蜜。所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简单的讲，不住法住。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这样讲。大乘法是什么法？是六度法呀。可是六度法，假如你不先知道，你不先学会，你不先牢牢地记住不住法住，完全没有六度行法，根本没有六度行法，根本没有。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会是世间法，甚至于变成外道法。而智慧呢，假如没有不住法住这个为体的话，那个智慧最多了不起就是四字边聪，世间智慧，也不是佛法的智慧。会有佛法的智慧，连布施都会变成佛法的智慧，也就是把布施这种福德，你把它转增上为菩提之量。怎么转？持戒也是一样，转增上为菩提之量。怎么转？怎么转？怎么增上它？靠的都是般若波罗蜜，可以明白吗？你不用提醒我说，老师，我们这不是法相中的课吗？我们不是学唯识法相，怎么每天你几乎每天几乎都先讲般若，然后再进到文讲我们的法相？你不用提醒我，我很清楚的，知道吧？这表示什么？你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入到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可是你会有很多的方法，你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都一样的，它不过是不同的入口而已啊，但是目的地是一样的。所以先提醒大家，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方向。
这个方向要校准，然后你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入的门，入那个不同的门，没有关系，无所谓。这样明白吗，同学们？你把这个搞清楚哈，就不会有法争了。你学什么的，我学什么的，然后跑到门口去堵我说，哎，不是这样讲。你学你的，我学我的，我们大家不必，连讨论都不必啦。为什么连讨论都不必啊？啊？假如你还会觉得不同的话，表示什么？还没有那个资格嘛？大家各自在立场自己的立场上，那就变成戏论了啦。争论就一定是戏论了，明白吗？戏论就一定有争了，同一回事。所以连讨论都不必。入到那个同一个门里头，怎么还会有争论呢？还会有争论，表示还在外面嘛，还在门外嘛。同学们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同样，在基金会里头学佛，基金会开了什么什么时钟一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东西的，对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基础班吗？哦，那个不叫什么时钟一班好了，时钟一班，对对对，好像就是这样讲。开这么多干什么？不同的门嘛，都是到同样一个目标。假如开这么多班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的目标的话，那就奇怪了啦，那就很奇怪了，那就非常奇怪了。这样知道吧？好，同学们啊，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几乎每次都会先提醒这一件事情啊，然后就入到我们的今天的文里头。同学啊，我就觉得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的电脑打开来，那个这样，我的那个电脑这样打开来，它就是一个空白的，上面就只有 Google， 就这样 Google， 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我没有任何什么桌面啊，不，很多同学不是都有桌面吗？有图案啦、啊，有那个水族箱啊，有什么的，有没有？好、哦，可是当初我请班上一个同学帮我设定的时候，我就不要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帮我直接连接，一连接到我的那个出来就是 Google， 空白的，对吧？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只要把那个 Google 缩成极小。就会出来，哦，我设定的几个，比如说佛陀教育基金会，比如说大行法师的网站，谁的网站，你们可以设呀，境界法师的呀，慧律法师的、啊，谁的网站，这样设有没有？我只要把一出来就 Google， 当做一个整个的一个界面啦，或者叫平台吧，好，然后把这个缩小就要。就针对我自己的需要，把我需要的那个叫出来，这样可以听得懂吗？现在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每一次上课，一开始上课先校对，我们大家把目标标准的，一定要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同一个目标标准的，就是无上菩提、诸法实相，大家都校准校好了，有没有？这是最大的平台。学佛唯一的目的，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讲一讲，大家就啊结束了，下课回家了，不是这样。我们不是那种根器嘛，我们不是说诸法实相或者无上菩提就是不住法住，那你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了啦。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根器，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要找你相应的，有没有？找你相应的，你相应的。一定有一个循序渐进嘛，它是渐次的法门嘛，循序渐进嘛，对吧？我不可能一开始上课啊，像我们上课上很久了啦，不是一开始上课就跟你讲，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所有这一切世间出世间，包括出世间，这一切娑婆世界或者极乐世界，我连极乐世界都讲了，这一切全部是妄想，都是假的。假如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讲，我看你不昏倒在地才怪呢。可怕不可怕？你对一个学净土宗的人说极乐世界是假的，它是化成，它也一样是妄想分别，
它是一个梦，跟娑婆世界一模一样。啊，你要伤了多少人的心？真的，哦，心变成碎片，一片一片铺满大地，对吧？所以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讲的嘛，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讲，这种话怎么可以一开始就讲呢？对吧？你看人家那种明明就是很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那种念佛人，那种你知道吗？除了念佛以后，念佛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替人助念，好诚恳、好老实的念佛人，一看就知道我啦，一看就知道。然后你跟他们说，念佛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人可以靠念佛往替人家助念那样念了哈，没有人可以靠助念往生，不可能的事。助念是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人可以靠助念往生，你干脆杀了他算了啦，对不对？对不对？很多话都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讲的，知道吗？今天就非讲不可了啦，全忘，全忘，全部都是忘的。可是他又离不开后面的那一个最大的那个底蕴，那个平台。就像娑婆世界的底蕴是什么？是无明。有没有上次有没有讲过，一切的行为，娑婆世界我们在这个轮回里头，流转道里头，一切的业行，一切的行为都是以无明为根本因，为底蕴的。你这样明白吗？可是即使是无明啊，它也不是真正的底蕴啊，它不是真正的根本因啊，根本无明无体，根本没有无明这种东西。无明就像是你那个啦，迷方就是迷路，真的有迷路吗？没有啊，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东南西北从来不改变啊，对不对？你自己迷路了，你自己认东为西了，或者认西为东，随你的便，对吗？当你认西为东的时候，东还是东嘛，西还是西嘛，只是你自己搞错了嘛，对不对？很容易明白，对不对？这个叫无明啊，你自己搞错了而已，那你搞对不是就好了吗？你认东为西或者认西为东，但是东西永远没有改变过。当你在妄的时候，认东为西认西为东，当你在这种妄想的时候，妄想执着的时候，没有离开过真如实相，就是如那个实相，那个本然，它不会改变的，它就是一直那样，它不会变的，它不会改易的，它不动的，它不增不减的，实相不会改变的，是吧？当你自己在妄想执着的时候，其实没有离开过实相，只是你的妄想执着遮住了实相，你不见它而已。可以明白吗，同学们？会很困难吗？只是我们呢，随着妄想执着太习惯了，你很难会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都假的，为什么？十法界都假的了，所以一定假的了，全部都假的，这都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妄想妄想妄想，我还执着在里面，生生世世一个梦结束了，马上立刻入一个梦，一个幻结束了，马上再生一个幻，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可以明白吧，同学？可以明白吗？所以现在哈，现在连呐、啊，大家共一个阿赖耶识啊，一体啊，同学都还，阿赖耶识是杂染的根本呢。我们讲共阿赖耶识的话，大家是杂染的缘起，也就是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以无明为底蕴，这是共一个阿赖耶识的结果。我们大家共的，所以是一体的。可是，假如这个懂，你就很容易懂了，你就不难懂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阿赖耶识的因是什么？应该立刻可以回答，复习 N 遍了，可以吗？阿赖耶识的因是什么？绿梅，100分，细论熏习，这是阿赖耶识的因嘛？
无始时来乐着细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亦熟识。你一定要背得哦，实在是做梦都会背，要熟到这种地步。因为这一句话里头包含了阿赖耶识的自相、因相、果相，也就是整个阿赖耶识的，这叫什么？恒转如瀑流，全部在这一句话里头。阿赖耶识的因就是细论熏习嘛，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是细论。不过不是一次的细论，是无始时来的细论，所以这个叫做熏习，熏习，熏习，积聚，积聚，成熟就显现，成熟一显现就有了时空一显，就是境界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是因为境界才生心的，才生心的，所以心也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心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是无自性的，换句话说，因缘所生法是性空。假如你可以，就是中间有稍稍多几句话连接起来，这样子哈，你就可以得到最后。其实最后真的了，大家已经讲成口头禅一样的缘起性空，真的是这样。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是缘起。不过同学们，我不希望你们被缘起。因为缘起只是那个道理，是那个规律性律，那个道理，那个定律。你真正要看的，看到的一切都是因果。比较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全部是因果，因果，这十法界都是，这全部是因果。因果是因缘果建立的，它的事项就是这些因果，它的道理才是那个缘起，明白吗？合起来叫因缘果建立。因果的事。事项是事情的事哦，你怎么解释它就是为事的事，才是你自己，哦，心里面的影像。你这自己真正的亲因缘，是你去解释那个因果以后的影像。因果外面所有这一切事项事情的事，叫做因果。它是根据什么道理、什么定律而有的缘起的道理，明白吧？但是它是什么相？这一切一熟果，这一切境界什么相？什么相？无相，没有相，无相。它不住法，怎么会？它是不住法，它怎么会有相嘛？你到底，你只要一说就是过去嘛？要不然你就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未来嘛？当下只是一念心啊，可以吧？不住为体嘛，你永远要记着嘛。无，没有相，没有相，没有相。那你看到的是什么相？嗯，你看到的是什么相？你自己心里头的相分、影像、影像。这个影像、这个相分、这个一言境是怎么来的？你自己诠释出来的。你的迷言种子起现行，迷言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的主体，迷言种子。唯识跟法相最重要的道理都已经讲完了，一个因缘变，一个分别变，如此而已。因缘变和分别变都叫做假，所以假有两个意思，这一切是假的。假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因缘变，它是因缘果建立的；第二个意思，因缘果建立的还没有相哦，还没有产生相哦。相都是你名言安立的，相由相名方为可得，相都是名言安立的。这就是第六意识的一言境，第六意识的有相分别，有相分别又叫做名言分别，记得吗？这是第六意识的圣作用。所有的相都已经是安立名言以后，第六意识的一言境，在这个地方，在第六意识的一言境里头，才会有你的第六意识、我的第六意识，对不对？嗯，对吗？阿赖耶识呢？那个因缘变，因缘变，阿赖耶识会显现两个一熟果嘛，根生和气界嘛，这是因缘变嘛？因缘变是怎样？什么相？无相，无相，无相，这些相都是迷言相，第六意识分别变出来的。
全部写起来哈，也不超过20个字了，你会背不起来吗？不可能吧，哈，不可能，对不对？所以问题是什么？熟。我跟你讲，怎么才会变得很熟，熟到真的是不行啊？就是你每一天数十次，听着，数十次，其实上百次、上千次啦，好，因为速度很快。每天，我现在只讲数十次，免得把你们吓昏了。数十次的练习，可以吧？你每天啊，碰到境界，但是上千上万次的碰到境界啊，不是数十次而已嘛，对吧？对吧？你睁开眼睛是不是一直在接触境界，没有停止，对不对？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把眼睛稍微闭一下，切断你跟境界的关系，拉开距离。只要眼睛稍微一闭，回到呼吸上，回到呼吸上的用意是什么？专注一缘，让你的心升起专注的觉知力，觉察到，觉察到什么？当你张开眼睛，张开眼睛，境界就跑进来啦。一切都是假的，是妄想，可以吗？闭上眼睛，回到呼吸上，一两个呼吸，张开眼睛，你回到呼吸上，那个觉知力、觉察、专注的觉知就会出来。这要练习，不是自动会出来，同学们要练习，练习。再张开眼睛，你稍微有一个，你的心哈、哦、稍微得到一个缓冲，不会直接跟他，不会直接看到境界就是看到习气啦，你不会直接跟你的习气面对面，短兵相接。我们假如直接跟习气，境界就是你的习气哦，啊。当我们直接跟我们的习气啊短兵相接的时候，有没有学过42章经里头丢盔弃甲？丢盔弃甲，惨败，你输得会尸骨无存，是吧？那就表示什么？你只要一跟境界相接哈，就是接触哈，就是跟你的习气，跟你的习气短兵相接交战呢、啊。啊、哦，佛在42章经里头跟我们说，一定输，就是死啦，你就会死在境界下，你就会死在习气下，死在自己的欲下，就会。所以你这样一接触，你就一次受生，一次受生，一次受生，我们随时在轮回。你只要看经文，他说我们随时在受生，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输了。你自己已经输给境界，就是输给你的习气了。你已经输了，你已经又一次的受生，就是轮回了。而这个轮回啊，会就是长养阿赖耶识嘛，让阿赖耶识的瀑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以跟得上我吗？跟得上哈。会不会太难？不会太难，对不对？只是有一点沉重，对不对？当你哪一天不觉得沉重，而觉得好欢喜哦，啊，终于有一点知道怎么回事，终于有一点知道我的轮回啊，就是我一次一次这样子生生世世的找不到出口，在黑暗里头啊，有了光明的前途了。裂开了一个缝了，有一个光明，一线光明出现，心里头大欢喜，好欢喜哦。当你哪一天不是觉得好沉重，是觉得好欢喜，我跟你讲，佛法有一点用了啦。好，我们赶快回来，要不然今天结束不了。要这样子讲下去，今天一节课就都下去了。我们还是有进度的，所以回到进度上，同学们呐、啊。今天因为要结束，所以我就不用爬书文字了。哦，我已经整理过了，同学们应该自己学会整理文字，就是把这个文字整理一下，哦，把那个段落找出来。好，所以今天我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写这个戒律于同样的这六颗，明白吗？比如说戒律于当知，
我们按照这个论文爬书文字的时候啊，写的是安住具觉善护别解脱律仪轨则圆满所行圆满与微小罪见大部位受学学处，对不对？然后我今天只把特别重要的重点写出来，当知善护。你要知道你要善护，你就是要知道这一件事情，自己要善能守护自己的别解脱律仪，好，与微小罪你就要见大部位。好家在哦，都是微小罪。你说哪些是微小罪？我跟你，你讲没有，你只要不犯五无间业那么重的重罪，就都是微小罪了。与微小罪你就要见大部位，不要没有羞耻心哦。小水会滴石，微小罪微小罪积聚积聚，你的心会越来越没有羞耻，越来越没有羞耻的感觉啊。与微小罪要见大部位，你假如与微小罪见大部位，接下来你一定是会行忏悔。那忏悔有四忏跟礼忏，同学们哈，忏悔法门蛮重要的啊。不过啊，今天好，同学自己可以再听以前的复习一下。礼忏是什么呀？礼忏就是这个真如实相忏了，也就是这个真如了。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会讲的，那是礼忏的部分。真的礼忏才能够忏根罪的根，假如只是试忏的话，没有办法忏到根，这就是礼忏的重要性，明白吗？你一定要礼忏。假如不是礼忏，只是那个事项、哦、我哪一件事情，哎呀，我刚才起了一个不好的心念，哎呀，我举一个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好，我坐捷运，每次都是坐捷运。我刚刚进捷运啊，站坐下来，我是坐那个老人的那个座位啦，啊，哎，对，叫博爱座，我是坐那个老人的座位啊。我的想法不知道会不会太奇怪，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心安理得可以坐老人座，我本来就是老人了，我心安理得可以坐老人座，所以假如还有老人座，我通常都坐老人座，而把我老人座的对面的那个就是不是老人座那个座位哈，我把它空出来。你知道现在的小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哦，我不晓得别的地方了，至少台北了，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学生啊，小孩子非常非常的，我也不知道是叫做什么，守规矩啦，还是那个有爱心哦。几乎你那个不爱坐假如空着，年轻人小孩子是绝不会去坐的。我从来没看过不爱坐空着的小孩子就跑去坐，我没看过这种事。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心安理得的我做了那个博爱座哈，把那个不是博爱座空下来，小孩子很，尤其是晚上放学，小孩子也是很累的呀，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你不要以为他们年轻不会累，放学的时候也是很累的，他们可以坐一下嘛，那些上班的年轻人啊，虽然是年轻了，可是很累的，他们可以坐一下嘛，你这样，我是这样想的啦，所以通常我都坐那个老人坐。我今天早上也是一样，其实我上车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啊，车子蛮空了，尤其又早，我就不爱坐，我就进去，我就坐下来了。然后我坐下来马上到下面一站，就上来了两个比我还老的老年人，还旁边有一个外劳在照顾他们，哦，两个老先生老太太一对夫妻，然后有外劳在照顾。我不知道，因为我闭着眼睛，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车厢一阵骚动，什么骚动你知道吗？就是我对面的两个年轻人啦，站起来了。我对面的两个年轻人其实哦，尤其是里头有一个年轻人带着行李箱呢，所以他们站起来让位的时候会有一点骚动，哦，有点骚动，他就这样。然后那两个
年轻不是那两个老夫妇就去坐在那边就坐下来这样。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起了一个心念说，不晓得他们今天礼拜天呢，这么一大早哎，两个人年纪这么大，哦，这么一大早出来干嘛？而且这么一大早，两个年轻人再加上一个外劳哈，就已经三个人了。假如是三个人的话，坐计程车就蛮直划得来了啦，哈，就比较方便一点。他们两个人看那个样子哦，我觉得，可能他们喜欢坐捷运吧，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坐捷运，我就很喜欢坐捷运啊，哦，我就心里头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啦，就说哦，那现在年轻人真好，就是就马上就让位了。你知道我以前我听过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而且说那句话的是，就是我女儿，你知道，哎呀，真的是多多多那个的，就是我女儿曾经跟我讲过，她说：“妈妈，你们这些老年人不要让人家讨厌。”然后理由是什么呢？她说她早上上班呐，已经急得要死了，已经就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关头，急得要死了。前面就走着一个老年人，慢慢的走。老年人你怎么办嘛？慢慢的走啊。早上捷运站人很多，又不是说他慢慢的走，就留出一条路来给他慢慢走。很多急着好赶着上班的人就会被他就挡在后面嘛。我女儿说，哦，急死了，急死了，真想推他一把。你听听看，这一句话都跑出来了，真想推他一把，要人命啊！而且讲这句话的是我女儿。然后，你们老年人为什么？他问我，你们老年人为什么要这么一大早出门呢？反正你们都退休了，没事嘛，为什么不错过这个时间，晚一点再出门呢？反正你们又没事，你怎么知道人家那么早出门可能有事，可能要去台大医院挂号啊？谁晓得？我的意思就是都不晓得嘛，我们都不晓得嘛，对吧？我今天早上就想到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想到？因为我一张开眼看到那么老的一对老夫妇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虽然没有要推他一把，人家都坐下了，我的心里头想的也是，为什么要这么早出门呢？为什么要这么早出门呢？好，哦，为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有一点危险，为什么要坐捷运呢？我心里头也是这样想哎，只是差没有后面那一句啊，哦，急死人了，真想推你一把。没有，我好家在没有想到那个，你知道多可怕？我立刻就忏悔了啦。我立刻就忏悔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的因缘嘛，你根本不知道嘛，你为什么要下结论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要有那些批评的意思呢？你为什么不怎么样？你为什么不怎样？这就是已经在批评了嘛，一个很强烈的我见嘛。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同学们，你慢慢要看到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在二元对立，你一定要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因为只要你一有分别，就是二元对立，就是在增长我见。什么叫二元对立？学过吧？什么叫二元对立？二元对立以我们唯识的话来讲，就是见分取向分。你只要一，看到这个境界，你已经见分取向分了。只是通常我们已经直接堕相，太快了，直接堕在相里头去，我们感觉不到。只要我们在像一个像里头，背后一定有自己的量，你的见分。你只要一看到是什么的时候，你已经见分取向分，二元对立。好，同学，更重要的一点，你不要忘了，在这个见分取向分，二元对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是自己的事。
这个是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严重啊，这个是一切的根本。第七莫那是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你要常常回头来，回头来，不只是看到自己见分取相分了，只要是见分取相分，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你的是，为是二种种。你不要把为是二种种这个理论哈，就是只存在一个概念法，为是二种种。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怎么真的见到啊，这个世界真的只是为是二种种，怎么实修让它回来，回来从种种到二分，从二分到为是。这个是是那个第六意识的是，第八、第七、第八识的是，八识的是，知道吧？八识心王的是，到是。然后这个是是什么？因缘所生法，自性空。你就从种种因果到空，实相是什么？空。诸法的实相是什么？空，空性。从为是，这个因，这些全部是为是啦。好，可是你见到的已经是因果了，到缘起，都是缘起到空，有一条路啊，实修的路啊，听得明白吗？同学，我跟你讲，你找遍现在所有可以找到的唯识的书、唯识法相的书，你都找不到，你都找不到这种解释，这种实修的方法。你们看的书应该比我少一些吧，对吧？应该是吧，齁，应该你们看的书不如我多吧，所以我才会跟你讲。你去图书馆看看，你去或者你去书局看看，你找遍，你都看不到一本书会教你怎么样实修。所以你真的要，你不要白白浪费这个我们这个上课的，好、哦，我们这一场因缘，你真的不要浪费，好不好？你真的不要浪费，你回去就要练习，你就照这样练习，知道吗？你随时随地在堕种种相嘛，这个机会一天不是数十次而已呀、啊。你至少数十次的警觉到啊，要借这个因缘，借境练心嘛，借这个机缘，你要练习一下嘛，把这些啊这些道理啊，你要看看它真的对不对嘛，练习一下嘛，你自己实证看看嘛，实证看看你才能够练，你才知道它对不对嘛，哦，你自己实证看看嘛，一天呢，你至少要数十次，因为时间非常短，一次才两三分钟，甚至于才一分钟、一两分钟，所以叫你练习数十次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时间非常短，这样知道吧？你整天在外面走来走去，你想不到练习一次吗？尤其是你要等捷运、坐捷运，你何必白白浪费那个时间呢？你何必呢？千万不要拿手机出来，拿手机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吧？千万不要拿手机出来，我跟你讲，拿手机出来你绝对想不到这些的，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千万不要拿手机出来。所以你在等捷运的时候，你在坐捷运的时候，哇，突然想到，眼睛闭起来，切断和境界的关系，就断了种种相了，短时间的了，从相，从那个相分里头，你只要眼睛张开就已经堕相了，从那个相分里头出来，怎么出来？眼睛闭起来就好了，就圆缺不生了嘛。眼睛闭起来，对吧？眼睛闭起来以后呢，要你观心，可是怎么观心啊？怎么观？很可能你不太熟，所以呢，给你一个方便善巧，你看你的呼吸，就会把你的心啊，专注力，那个专注的觉知的能力找出来。看呼吸是非常善巧的方法，你眼睛闭起来，回来看你的呼吸，看一两次就好。在看呼吸，专注的看你的呼吸，这样看一两次，然后眼睛重新睁开，你只要假一个字而已，
再重新看这个世间，假。这个世间是什么？因缘变和分别变，这样懂不懂？缘起性空。你这样子做一次，你自己试试看。这样做一次哦，那一分钟吧。你多看几下呼吸，你觉得你的心还在外境上，你就多看几次呼吸，那也顶多了不起就是两三分钟吧，明白吗？可是你要必须先非常熟这个方法，然后才能够遇到境界的时候这个方法用出来，对不对？要先非常熟，非常熟哦。老师说第一个先住戒，把眼睛闭起来，让它圆缺不生。第二个啊，要专注一缘。怎么专注一缘？那一个所缘，佛说的哦，佛教给我们的安般念可以用安般念。所以第二个，你修止，把你的心从外面，好，把它拉回来，在这个心里头止住，不要像一个小船一样在外面逛全世界，不要把这个心啊，像一个锚安止在呼吸上，可以吗？好，修止，让他专注一缘，用什么方法？看呼吸，然后有戒了，增上戒到增上心，目的呢是增上慧嘛，增上慧，你睁开眼睛的时候戒静，练心，怎么练？简单，假。境界是什么？你的那个书所缘是因缘变的，是因缘变的。可是你的亲所缘，你自己的亲所缘是分别变，是你第六意识诠释出来的，是你自己第六意识的意眼镜，是你心上的影像投射在外，你看是那样。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哦，我相信我已经重复10次以上了。哦，要非常熟，哦，非常熟。好，好了好了，一定要结束，都10点了，真的很重要了哦。好。我们就这样子复习，然后接到今天正说的部分哦。我就这样复习，直接用那个重点来复习哦。第一个，戒律于当知，当知什么？当知要善护你的别解脱律于，这第一重要啦。你自己的，像我们是那个在家人哈，我们的戒就是杀盗淫妄酒啊，你这个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头根本完全不必犹豫的，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很清楚明白决定的哈。当知善护，你要善能守护你的别解脱律仪，与微小罪见大部位，见大部位，然后你就会忏了嘛。记着忏有事忏和理忏，一定要到理忏。要到理忏的程度才能够忏掉那个罪根，否则你就是那一件事情表面忏一忏而已了哦。好，第二个本来是讲变三哦，我们不再讲那个变三了，那个文字上面啊，把它整理出来就是我们第一次写的，然后今天是直接跟你讲这个三指的是什么呀哦，指的是直接跟你讲结论，要依增上戒修增上心和增上慧这一条路，戒定慧这一条路，好，有此道，有此路，有此行迹啊，这一条路啊，能够得到究竟出离。现在讲的是概念哦，你真的要去做才行啊，知道吧？哦，不是这样讲一讲你就得究竟出离了，得究竟出离是要到后面，你看。厌患、离染、解脱，那是厌患。你有厌患吗？你有离染吗？才能解脱啊！这个，有空我会再给你们复习，没有空你就直接回去看385页了啦。
好，所以同学们呢、啊，这都是前后有关联的哦，前后有关联。反之，假如你不这样子哦，此道此路此行机，你不这样子，这样子的这一条路上面这样精进哦，这样子，假如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话，反之就反之，有毁犯境界这个因缘，这个因缘有毁犯境界故，当生恶趣。所以你看，同样一个戒，你是要毁犯，你还是要善护，180度完全相反的两条路给你选，给你选。好，第三个，亏满十，那课本只有讲亏损，亏损相翻翻过来就是圆满嘛。那在亏满十，在十个亏损的因缘里头，我写了三个最重要的，这三个假如做到，就十个都做得到了。哦，这三个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惭愧心，不要无耻，没有羞耻心，惭愧的对，相对就是无耻，就是无耻，明白吗？哦，我们忏悔的体就是惭愧心啦，一定要有惭愧心，惭愧心。那相翻，亏损相翻就是没有羞耻心。好，第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这样，没有羞耻心，不知惭愧。惭跟愧是两个三心所，所以你可以去读一下信业表。第一个是无耻，那第二个不是你自己没有羞耻心，不知惭愧，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而是你不晓得因果，你不知道因果，这个叫非处。什么叫你不知道因果？你知道现在我们社会多严重的不知道因果，指鹿为马，好可怕，就是非处啊，不知道因果啊，非处就会恶作啊，好可怕，好可怕。现在好，举一个例子，你知道现在的人怎么解释那个人不自是天诛地灭，是不是常常听到啊？我们家有一个长辈很喜欢讲这一句话，我们家有一个家族里头有一个长辈，人不自是天诛地灭，他讲的人不自是天诛地灭就是现在的人指鹿为马了，在讲的人当然要自私嘛，你不自私怎么行呢？你不自私啊，我告诉你，连天地都不容你，天诛地灭你了啦。所以呢，结论就出来了，人当然要自私嘛，对吧？你不自私是天地都不容你的，这个叫做指鹿为马。事实上，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这句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是100%相反的意思，是指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出自十善业道经，你可以去看看十善业道经。人啊，不能自私，自私不是人的天性，他是讲这个事情，人不能自私，自私不符合天地的道理，天地怎么会自私呢？天地是一体的，你知道吗？全部这个大地，天啊，覆盖全部的大地，地呢，哈，容受万物，是一体的，一体的。假如天地自私的话，那完蛋了，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要被淘汰还是怎样？啊，天地是不自私的，不能自私的。假如你自私，那就真的天诛地灭了啦，是不是完全相反的意思？现在的人你看就有 这种大本事，把一句好话完全扭曲，做180度相反的解释。这种情况真的严重到真的越来越严重，现在更严重了，现在真的是严重到实在是不行。真的同学，假如你没有一点点智慧哈，你没有一点点那个这个智慧哦，我真的劝你哦，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假如你智慧不够的话哈，你也不知道怎么小心的话，我劝你干脆全部不要看，你至少不要增长。
增长这种扭曲啊，指鹿为马这种习气嘛，对吧？然后就还大家戏论，你看看每天，报纸上面当做头条的，或者当做很大条的新闻，都是这种事，都是这种事，不是指鹿为马的戏论，就是什么，啊，就是那种关你屁事的那种，啊，你去搞那个干嘛？谁又外遇了？谁又怎样了？谁又怎样了？谁跟谁吵架？你要看那个干嘛啊？要不然就是酒驾撞车了，什么什么，每天都是这些事情。拜托，你要是有那个时间哈，你修一下戒定慧，啊，你修一下，先圆缺不生，然后专注一缘，然后就正念真如。你为什么不修这个？习气嘛，你不受一点五欲的滋润呐，啊？你觉得生活好无聊哦，好枯燥哦。都这样啊，这就是所谓的在家嘛，在家人都怎样？和五欲相应嘛，太容易了。五欲一相应，你就一定是非理作义。这个非理作义和五欲相应怎么办？很容易，你只要知道，只要你起一念和无上菩提相应之心，就是正念真如了。和无上菩提相应之心就忏掉了，否则你就是积聚你的习气了。你看是不是两条路？你很容易在家人一定和五欲相应嘛，要不然你怎么是在家人嘛，在欲界的颠倒凡夫嘛，你一定和五欲相应啦，就是这样啦，你的位置就是这样啦，你是继续这样非理作义，然后就是流转了，继续轮回，还是你起一念和无上菩提相应之心，只要你起一念和无上菩提相应之心，就是在反转，就是在对治自己的习气，不难的。好像怎么讲都不够，那个熏习的不够，哈，还是要停了，没办法，要停。这个叫非处，不知因果。不知因果，恶作，自己完完全全颠倒因果啊，这个是非处。然后，假如你不是没有羞耻心，你也不是不知道因果，那就是思念了啦。你为什么会犯戒？思念了。通常对于佛弟子来说，我们都是假设你是思念。你不是没有羞耻心，你也不是不知因果，你是什么？思念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常常练习怎么对治思念，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对治你的思念，你只有一个办法，正念助心，没有别的办法对治思念。你说老师我要怎么不思念？你就是要正念助心你才不思念，你不要去想，哎呀，你只要思念你就升起惭愧心就好了。我为什么不能正念助心？你要想的是你为什么不能正念助心，而不是去想你为什么会思念，知道吧？你的思维啊，好，那再下来就是所谓的六义门。六义门只是举了六个比喻，对不对？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这六个比喻的偈颂念过了，而这六个偈颂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偈颂，所谓的根本。好，根本是什么？像大地一样，它是万物啊建立任持，就是建万物生和长的根本嘛。大地是不是这个根本？戒就像大地一样，使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建立和任持的根本，明白吗？好，他举一个比喻，如大地。所以在六义门里头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偈颂了啦。我们再念一次第一个偈颂，然后直接看长行文。第一个偈颂404页下栏
第一个寄送史罗名为根本，这个找到了没有？哦，404页下来哦。若善助根本，根本就是史罗，记着要先记着，这个根本是个比喻，它比喻什么？比喻史罗就是戒律啦。若善助根本，其心便极静，这就已经从增上戒到增上心了。假如你增上戒增上心，心极静啊，像水平静下来了，才能够如实的，水要平静才能够如实的显现，就是照出来那个水面上的万物，对不对？假如那个水不平静，是有波浪的，那个水假如不平静的话，那你照出来的东西就是扭曲的嘛。想一想那个比喻是不是很容易知道，扭曲的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恶见，你如实的照见，像水平静了，那个如实的照见就是圣见，这个叫做相应和不相应。听得懂听不懂？好，假如你善助根本，就是善助律仪的话，你的心会极静，就是止获得定了啦，增上心啊，你的心会平静，会极静。心的极静啊，举一个比喻来讲，我们常常用水来比喻心嘛，心水，你的心平静了，好像水面平静一样，才能够如实的不增不减的如实的把心外的，就是水面上的心外的境界如实的显现，对不对？假如你的心是不极静的，就像水面是有波浪的，那么显现你心上所显现的这一切外境就变成都是扭曲的了，这样可以明白吗？这个就是你心假平静，你相应的是不增不减的，是如实的，这个叫圣见。假如你的心不平静，是有波浪的，那么你相应的就是那个扭曲的镜像，扭曲了以后的镜像，这个叫做恶见。所以下面两句就是因为什么要善助根本呢？因为善助根本可以让心极静哦。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因为假如心极静，你就会先看底下相应圣见。假如心不极静，那么你就不相应圣见了，不相应圣见，所谓的相应什么？就是恶见。这样可以明白吗？他为什么把相应不相应这个动词放在下面啊？因为这是梵文的文法。所以哦，你这个文法哈，要稍微练习，多看你就会熟了。你一看到因圣见恶见相应不相应，这什么意思啊？好，你自己要练习一下。什么情况相应圣见？你的心极静，他把动词放在后面，知道吧？哦，这是梵文的文法嘛？你知道这是谁译的？玄奘菩萨。玄奘菩萨的特点就是很忠实，所以有的时候会不太符合我们中文的文法。你熟悉了就知道了嘛，知道了就好了嘛，是吗？好，很忠实的知道原来佛的意思是什么比较重要嘛。哦，文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可以练习嘛。好，我们直接看长行，也就是405页的上栏问第二行啊，问何缘世尊宣说史罗名为根本？世尊为什么要说这个？哦，说什么？史罗是根本，为什么要说这个呀？哦，答：能建立意，能任持意，这个是根本意。由此史罗建立任持，建立就是能生，任持就是能长。或者我们讲，我们在看心的时候，建立就是知道，任持就是叫让他继续保任他。你现在知道了诸法实相，你知道了，可是能够保任吗？
你知道诸法实相是空啊，是空啊，你能保任吗？啊，眼睛一张开就什么都保任不了了，就什么都真了，对吧？对不对？你眼睛一张开，你只要一到外面去，你就看到什么都觉得是真的，什么都直为实有，这个表示不能保任嘛，你保任不了你这一念正确的知见嘛，正知，你不能够保任嘛。你讲我不能够保任的话，绝对绝对不会形成念住在心的，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觉察的能力，觉知的能力，就是什么，看到你自己，常常看到你自己不能够正念住心，你是不是看到你自己思念了，或者跑掉了，妄念了，妄念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在建立的都是正见，对不对？对不对？告诉你，你就知道了。你只要听明白，你就会相信。你也听明白了，你也相信了。重点，接下去的重点就是要能够保任嘛。保任的意思就是什么？能够住心嘛，住心嘛，这样明白吗？所以已经建立了，但是能不能认持啊？这是成败的关键了。现在都建立了，大家正见都建立了，可是能不能认持？这就是成败关键了，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好，现在正见文思就建立了，你都建立了，能不能认持？你要照着这样做，你不这样照，不这样照着做，叫做犯戒。我们讲过，戒不只是身口哦，心的纪律才是更重要的戒。同不同意？这个就叫做犯戒。建立就是建立嘛，好，生了，认持呢，要让它长啊，要让它增长，增长，增上，增上啊，好，要保任它，让它增上啊，好，能建立义，能认持义，这个叫做根本，就是识罗。为什么叫做根本？因为识罗能建立，识罗能认持啊，这是根本义。由此使罗建立认持一切世间及出世间的什么能引无罪罪胜第一快乐功德，使罗能够让世间第一哦，就是罪胜的哟，好，无罪的哟，就是快乐的功德生和长，令生长最后正。所以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嘛，长养一切诸善根。这句话真的是对的，哦，好重要哦！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原因现在告诉你了。是故使罗说明根本，然后比喻门出来了，比喻大地。譬如大地建立认持一切药草会木丛林，令生令长。好，这个喻说容易明白。如是识罗如前广说，这是第一个在六个比喻门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就是识罗明庄严句，这个啊，第二个问：何缘世尊宣说识罗明庄严句？答：诸于世间，就像我们世间呢，这些自己会认为哈，这些东西能让你这个就是很庄严，让别人觉得看了你觉得很舒服很美好，这种耳环呐、指环呐、腕穿呐、臂穿呐，以及宝印呐、金银啊、幔啊，戴在头发上的啊，等妙庄严具啊，若有成就幼稚黑发少年盛壮殊妙形色而服侍之，少增妙好，非有成就，等到你老了就来不及了，非有成就朽老衰迈齿落发白年逾80或90者，你看看趁现在我要一切都好的时候赶快学，你不要80、90这个朽又朽又老朽来不及了，连这个都跟你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到这个时候啊，你再服侍之，当有就来不及了啦，
而服侍之当有的妙好，唯除什么匪戏令众欢笑、哦、若遭痛苦财货匮乏亲戚丧亡，当而服之亦无妙好。借庄严具于一切类于一切时，当有福者皆为妙好。是故使罗名庄严具。同学，看你的联想力好不好。你可能会觉得，我也不觉得耳环、指环、腕穿、臂穿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庄严呢、啊？啰里啰嗦的，对吧？你现在要我戴这些东西啊，很庄严。我说，哎呦，拜托你饶了我吧。戴在我身上哦，可能更像猪八戒了，不会比较庄严。而且像不像猪八戒哦，还无所谓啦。最重要的是戴这些东西戴在身上啊，你不会觉得有多麻烦啊？坑坑巴巴的，碰到这里碰到那里的，这是多么麻烦的东西呀、啊！真是，哦呦，想了都觉得很那个，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庄严具不是这个意思。庄严具啊，他现在指这个，因为世间人只懂这个嘛。你想是学佛的人，你就要知道庄严具不是指这些东西。假如你面带微笑呢，比你那一副夜叉的脸好多了吧？比你那个眼睛喷火什么，是不是好多了？是不是美妙的多？这个叫庄严，这个才叫庄严。假如你能够，好。对人家慈眼视众生，这一句话出自哪里？观音菩萨慈眼视众生、哦、假如你看着人家的时候，人家觉得哎呦怎么很愿意跟在你旁边跟你在一起啊，那种无形的气氛，一种磁场啊 vibration， 那个磁场是真的啦，你会感觉得到啦，虽然它无形无相，但你会感觉得到。你觉得这个人温和像太阳一样，或者是呢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能够滋润你像春雨一样，或者这个人让你觉得很清凉像夏天夜晚的风一样。现在天气变得连夏天夜晚都没什么风了，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夏天夜晚每天晚上都有风，对不对？看看为什么天气会变这个、地球越来越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为什么会变？人心变吗？人心变吗？人心变。好，所以这个地方指的这些东西哈，这些庄严具哈，不是说哎呦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啦，就像那个极乐世界的什么什么金银那个铺地啊，很多人都说我才不要呢，金银是对吧？那多难过，那多难看啊、不是那个意思，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什么耳环、指环这些东西哈，它就是指你让人家觉得，你让人家那个感觉觉得很好，这个就叫做底下讲的什么，等等那个妙庄严具，那个妙，那个妙字就出来了，那个好就出来了。那个，比如说像微笑，比如说谦恭。现在的小孩子，我们都鼓励小孩子要有自己的想法、主见，要有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小孩子会指着你，比他年纪大这好几十岁的指着你说你什么什么。我们以前小孩子绝对不会这样子，我们以前真的受的教育不是这样，谦恭一点啦，谦恭谦恭。好，我们现在不要讲小孩子啦哈。现在小孩真的太可怕了，你看看那个到教育部呢，会指着教育部长，坐在椅子，他坐在桌子上，教育部长站在他面前，指着教育部长的鼻子，你们这一幕还记得吗？现在小孩子，这种人可以是学生代表。真的完了，真的这个国家没救了。对啊，学生代表啊，这种人是学生代表，这种人由他们来代表学生、哦、定什么课纲，要学不学，学出来就像他那样吗？
所以我说你假如不会看，你自己不会看的话，你没有一个智慧的眼睛的话，你干脆不要看电视，更不要让小孩子看电视。好，像谦恭，像宽容，像感恩，可以讲很多了，就是这一类了，你知道吧？这个叫做庄严句，庄严句。自己受益，别人也受益。为什么？因为大家是一体的，是一个磁场。爱因斯坦讲哈，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爱因斯坦得他诺贝尔奖的那一篇论文里头，他讲 everything 一切法 is energy 是能量，所以他最后有那个非常有名的 E 等于 MC 平方职能互变的公式嘛。不管你懂不懂，你都只听说过嘛，对吧？哈，他说 "everything 一切法 is 一切法是皆是哦 energy 能量，能量，能量的大小是看它的振动的频率，也就是 frequency 振动的频率。每个人都有振动的频率，对不对？对不对？哦，这里为什么要讲一？庄严句再讲一体，在所有振动的频率，不只是有情有哦，无情也有哦。大地整个都是一个能源体嘛，它都是一个能量嘛。好，在所有的能量里头，振动频率，我们是一个能量体哦，一个 energy entity 哦。振动频率最大的，也就是能量最大的，就是心念。因为心念的速度最快，没有一法比得上，同意吧？这个没有什么听得懂听不懂吧？一听就懂，对不对？对不对，同学们？所有的能量里头，能量最大的就是心念，因为它的 frequency，它的振动频率最大，振动频率彼此之间会互射，同意吧？你们两个假如吵架哦，那个能量非常大，因为那个吵架的时候振动频率非常快，一定的，吵架的时候振动频率非常快，声音越来越大，哇！吵架的时候很可惜是负能量，虽然很大的能量，但是是负能量，就很可惜了啦，可惜了，那个真的可惜了，好。所有的能量会互射，你影响我影响你嘛，对吗？那能量有大小，对不对？佛的能量当然最大，所以它周遍法界嘛，对不对？能量大的会怎么样？熏能量小的嘛，能量强的熏能量弱的嘛，对吗？我跟你讲，负能量的能量很大，所以你遇到不舒服的负能量的那个场子哈。vibration 一个共振的场子，赶快离开，知道吧？所有大家好，都是一个能量体，你自己是一个最集中的，因为就是你自己的心念嘛，最集中的，你自己是自己最集中的能量体，就像阿赖耶识，你有一个自己最，阿赖耶识是一体，但是你自己这一部分最集中，那个力量最集中，对吗？然后能量它是怎么样？心念是怎么样？往外扩散，像涟漪一样，对不对？自己这里最集中，越往外面，能量会减低。可是，假如是佛的能量是不会的。佛啊，心包太虚啊，好、哦、量周沙界啊，它是无所不变的。那佛的能量，所以应该佛的能量熏我们才对嘛。不过魔的能量也很大。魔的能量真的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被魔熏了，比较有感觉；被佛熏了，反而没什么感觉。好，假如你知道这样这个关系哈，我们能量哈会彼此相射，这样互依互缘的彼此相射，所以你就会知道，你应该就会懂，我们彼此之间就会形成一个 vibration 共振的。
磁场，一个互相会相应或者不相应啦，好，一个会有一个磁场。所以同学们，你应该很明显的感觉，在教室里头听课，现在在教室里头听课，跟你回去以后好久以后在家里头听课，或者是现在在线上直播哈，看线上听课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场不一样嘛，这个 vibration 不一样嘛，同不同意？好，所以你自它无形无相，所以你自己要去感觉。好，假如这些很基本的事实你都明白的话，你就会明白，益他其实是自益，损他其实是自损，不要做害人的事，害他到最后都自害，好像那个回力球哦，你怎么打出去它会打回来，打出去会打回来。所以现在这些哈比较社会哈这种意见领袖哈，真的不要乱搞，真的不要乱说话，不要，这都是一个能量场，怎么打出去会怎么打回来，最先受害的应该是他自己，可以明白吧？哦，这就是哈，这个观念蛮重要了，就是要有一个一体的。因为本来阿赖耶识就是整体，真如就是整体，它真的是整体的，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你是这个整体里头一个小小的水泡而已呀，明白吗？明白吗？大家是一个一体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好，先休息十分钟，我们接着下面看啊，第三个戒的比喻是涂香。第四个是熏香啊，好，我们直接看问。找到了没有，同学们？问：何缘世尊宣说始罗名为涂香？答：由此所受清净无罪妙善施罗。能证除浅，一切所受恶戒为因的自身身心热恼，比如最极炎炙热时，涂以旃檀龙脑香等啊，一切那个字怎么念哈？什么呀？我不知道怎么念，一切什么？什么真哈？皆得除灭，是故施罗说明涂香。哦，好，恶戒啊，恶戒就像啊，像夏天啊，有蚊子，实在是很可怕，对吧？哈，那蚊子，那你擦一点什么樟脑油，或者是什么什么啊，什么东西这样擦一点的时候啊，哇，不只是那个蚊子不会再来了，人也会觉得。就是比较不那么热闹，就是不只是身呢，蚊子不再来啊，不只是这样而已，你的心也会觉得啊，没有那么热闹，就这样。好，在下面问：何缘世尊宣说始罗名为熏香？答：具戒士夫不得伽罗遍诸方欲妙善称欲声颂普闻，就是你的那个戒德表现出来了，人家看到你，哎呀，就是让别人会。别人啊，我们前面有讲过他观跟自观，有没有？别人看你，哇，你那个戒德表现出来，别人看你的感觉呀，然后就会有你的名声就会出来，妙善称誉声颂普闻，譬如种种根茎香等，随风飘扬，遍诸方所，乐意芬芳，周流弥远，是故始罗名为熏香。哦，它本身会有香味，就是戒得芬芳。问：何缘世尊宣说始罗名为妙行？答：由此始罗清净善行，能去妙乐往妙天去。好，向妙安稳，那个安隐跟稳是通的，向妙安稳故。
明妙行，就是结果。你这样子，史罗刚才前面讲了那么多了，哈、哦，讲了那么多了，你这样子啊、史罗的妙行啊，那个结果呢，一定是去往一个，天去不好啦。同学不要有这种怨，这个发心是不对的哈、哦。但是假如你没有正确的发心的话，单单持戒由业，由这个持戒的业牵引，一定是到天去了啊、哦。这邪愿呢，没有叫你说因为持戒所以到天去，这是邪愿哦。所有这些哈、哦，持戒也好，布施也好。这些福德呀，本来会让你得到一个好的，就是下一生哦，会得到一个，比如说布施能够得财富嘛，比如说持戒会怎么样，持戒会升天嘛。这些以我们现在无上菩提的眼光来看是邪愿哦，邪愿哦。所以要把这些福德增上，要把它增上，要把它转为菩提之粮，明白吗？这样明白吗？好、哦。就是你回向的时候啊，你有布施也好，有那个，人家跟你说谢谢啊，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哦，这些行为还不错的时候，你就心里头要升起回向，看你回向哪里了。假如你是净土门的话，那就更容易了。愿共诸众生同生极乐国，很简单，就这样回向就好了，就是，啊。愿与诸众生啊，共大家一起啊，同生极乐国。或者像《心经》也是一样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一样的意思嘛，跟大家一起啊，去吧去吧，揭谛揭谛去吧，波罗僧揭谛啊，大家一起去哪里？菩提处啊，菩提处啊，有没有？菩提萨婆诃。所以回向哈、哦。就两个啦，一定只有两个啦，圣道门回向菩提，那个好，那个最后无上菩提。净土门呢，回向往生，回向往生净土，你在净土那里也是唯一的目的啊，也是一样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是在圣道门要小心一点啦、啊、你要自己更那个才对，更有无畏的心才行啦哦，要更有无畏的心才行。那叫净土门，只要能够往生成功，你一切就交给阿弥陀佛了，你一切就交给那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个道场，一切就交给他了，对吧？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哦，那假如你还是一样要在娑婆世界这样子生生的增上，你就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要被五欲，千万不要被五欲又迷惑了，知道吗？在这个娑婆世界哈，要退转或者要为他或为其他的路啊，他其他的路他其所获，太容易了，所以你要更小心一点，更无畏一点。那假如是去极乐世界，只要能够往生成功。你在极乐世界眼所见耳所闻见闻觉知的一切都是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哦、假如你还要在娑婆世界的话，你倒是真的要多积聚一点福德之粮，因为娑婆世界你要自己吃饭嘛，娑婆世界你是不是要自己吃饭，你的食衣住行要自己解决嘛。你看现在的小孩子只是为了吃那一口饭好辛苦哦，一天在外面10个小时，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一天在外面12个小时，就是假如通车的远一点的话、哦、工作大概10个小时都很平常的，一个月赚多少钱啊？22K 25K 30K 够什么？租房子现在多少钱啊？大概就要差不多10000块吧，还是多少？嗯，
一万块左右，对不对？那吃饭呢？吃饭，现在一个小孩子，一个年轻人，一餐就要一百块或者100多，一餐就要，要不然吃不饱啊！你去素食店吃吃看，你去吃吃看，随便这样子哈，就没有什么豪华，没有吧，只是吃得饱就要差不多100块。那一天要多少钱？一天300块，一个月就要多少钱？也要1万块。你还有杂用啊？你要不要买卫生纸啊、洗发精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当然有啊！再加上一点社交的开支。这个月假如有2个同事结婚，给你红包；另外一个同事生孩子，给你一个，你就哭都哭不出来了，对不对？你赚的那25000块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一点一点不剩。娑婆世界只是这样哦，就很辛苦了。然后万一啦吼，你还结婚生小孩，你就要准备20年到30年的时间，只为了圆满这个业，结婚生小孩，只为圆满这个业，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你再回来，发现自己还有一点自由，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几岁了？50岁了吗？啊，至少吧，哈，50岁了吧？50岁了，所以同学们，假如你是这个年纪，小孩子又大了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大了，真的是无限好，千万不要浪费。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年纪嘛，这个叫无限好，真的好，我真的不晓得要形容，怎么日子会啊？因为你学佛嘛，很容易的，不是难养难满，不会吧？不会难养难满吧？不会嘛？不会，对不对？很容易的，那衣服那么多够穿了，是吧？吃的很简单，对不对？好，然后卧具，大概这种年纪大概也稍微辛苦过了啦，好几十年的房屋贷款希望付完了，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了。衣服、饮食、卧具，这个都打理好了，剩下来的不就是乐断乐休吗？这种日子真的是无限好，无限好。同学们，假如你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真的是要恭喜你哦！每天每天啊，你知道无常就在旁边哦，你不要无限好的时候得意忘形。真的，现在虽然无限好，可是旁边哦，我跟你讲，无常一直都在哦，随时他都在哦，他真的是随时在测的那个无常，所以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太那个啊！什么一下子小学同学会，一下高中同学会，一下大学同学会，每天呐、啊，哎呀，搞不完的同学会。我真的不晓得同学会要干嘛。哎，同学会到底要干嘛？联络感情，你到现在还要联络这种世间的感情，戏论吧？真的、啊、就是戏论呐、啊！你身体好不好啊？哦，开始讲一堆，好的人可以讲一堆养生之道，坏的人更要讲一堆了，他要诉诉苦啊，对吧？我也有参加过的，我是知道的，对不对？假如都退休的那个同学会，几乎都在讲啊，讲健康的事情啊。哦，那假如是还在上班的哦，那种同学会啊，就是还年轻一点啊，同学都还在上班的，我跟你讲，那种同学会才真是可怕嘞。除非你有其他的目的啦，哈，要去社交，要去建立你的人脉，否则那种同学会真的才可怕呢。是不是都在比较谁在哪里上班，谁股票赚了多少钱？假如没有上班，谁生了几个小孩，读什么学校？信不信啊？呢？搞这个，所以我真的不晓得同学会干嘛。那太流行了，同学会在。我今天早上坐捷运也有听到讲同学会，然后刚刚也听到同事。我们的同修在讲，
好，底下最后一个问，405页导数第三行，何缘世尊宣说死罗名为律仪？答：由此死罗清净善法，是防护性，是习除相。好，除掉这些哈，这妄想分别的相，好，防护，防护，防护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的正念，防护。好，是远离体，远离这个五欲，五欲的攀缘，故名律仪。讲完了六义门啊，用六种比喻来解释。好，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根本，然后形容词就是那个庄严句，知道吧？同学，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就是这里讲的耳环、指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哦。好，下面要讲三境了。三境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啊，讲身、语、意三业的清净。三境啊，同学请看，有戒律仪，有三种观清净因相。怎么样戒律仪好清净的因能够让戒律仪清净的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观好戒律仪啊清净的因相。戒律要清净就是业要清净，所以底下讲的是三业，身业、语业和意业三业的清净。戒律仪怎么样是戒清净啊？就是三业的清净。好，这就是这个三境，三种观清净因相。云何观察如是诸业，令戒律仪皆得清净？为悉当造及欲正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讲过去，只有讲当造和正造。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现在欲你现在想要做的欲正造，和你计划以后要做的，这个叫做悉当造，明白吗？为什么不讲过去？过去已经做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所以过去已经做了，来不及了，但是你自己啊要很小心的，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看看你的心，起心动念最重要，看看你的心，你现在想做什么，看看你的心，你正在起心动念计划什么，明白吗？哦，戒律仪从这里守起哦，这就是根律仪的重点了。根律仪的重点，根律仪跟戒律仪的重点哈、哦，戒律仪还是在看身业语业，但是根律仪都在看意根了。好、哦，为悉当造，你在计划什么啊？即欲正造，你现在想做什么呀？啊，看看看看，身作业时如是观察，这样可以吧？那过去已经做了哦。我此身业，唯能自损，即以损他，是不善性，能生众苦，遭苦亦熟，遭苦亦熟。你想想看嘛，你做的身业余业，假如是不好的，不好的能生众苦就遭苦亦熟嘛，表现在业上面，假如都已经表现出来了，那就等着业果亦熟了啦。所以你真正要防范这个能生众苦的啊苦亦熟，遭苦亦熟啊，要再往前一步，就是看看你起心动念是些什么。这个起心动念啊，防护你的一根呐、啊，就是我们以在下面马上接着要讲的根律仪，下一节课要讲的根律仪了。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放在根律仪，可是你要晓得身业跟语业怎么防护你的业呀？除了绝对不能够，那绝对不能做，想都不用想了，那种杀盗淫妄那种事情哦，那个想都不用想，那个杀盗淫妄就已经显现了嘛。深夜跟雨夜已经现了，已经现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个绝对不能做。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防范，要保护，要善守护你的起心动念了，你的意根了。
那个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根律仪，你现在知道吗？我一直在强调戒律仪跟根律仪同时是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把身业余业已经表现出来了，已经做的叫做戒，放在戒律仪里头，把那个起心动念真的影响你的起做身业余业的那个真的那个影响力是在心嘛意业嘛，把那个放在根律仪里头，明白？所以我才会说，要圆满你的戒律仪，靠的是根律仪啦。你假如起心动念是对的，对的，你自己常常检点一下，观察一下你的起心动念，养成这种习惯。你的起心动念假如是对的，心摆对了，你的身业余业，你不用担心的。这样好吗？已经都身业余业都做了，那就要忏悔啦。你都已经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避免，你要常常一次、两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常常这样搞忏悔。哎，你累不累啊？对不对？你就要看看嘛，我为什么这么容易犯戒呀？那就表示你没有把心保护好，对吗？什么叫做没有把心保护好？你思念了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思念了。你并不是不知因果，你也不是没有羞耻心，你是失念了。所以根律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正念防护你的心，这个叫做念防护意。用正念防护你的心，你遇到境界，你不是就堕相了吗？但是有一个正念防护你的心，防护你的心。不要对到境界的时候起爱非爱，对吧？因为有一个正念一直在防护你的心，跟你说所有的境界，这一切一手果都无忌，你不要在上面起二元对立的心。手手手手，对到境界，这都世间法了啦。佛说世间第一智慧，一手无忌，就要用出来，要用出来，这就是根律仪呀。你不要只听，常常听一熟无忌，常常一熟无忌啊！你听了这个佛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耶。那佛法有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力量保护你？好像也没有耶。我该怎么倒霉，还是怎么倒霉？没有用嘛，你都没有用嘛，你没有把它用出来嘛，这样知不知道？现在都在教你怎么用啊，哦。同学们，啊，你的观念一定要对，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就是这种啊。我们现在的人最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叫做损人，但是不利己。你看看那些电视上面的事，哪一个损了人家对自己有好处？你找一个出来，都是又损人又不利己。现在的人特别爱做这种事，啊，那观念哦。好，要晓得，我此身业自损损他，是不善性，能生众苦，招苦易熟。这样子的话呢，既于此业摄念不作，亦不与变。当然不要做，但是也不要造成能做这样事情的那个机会、那个方便，亦不与变。你当然摄念不做，对不对？但是也不要造成做那个事情的方便，就是你不要自己接近那种。假如是，尤其是很多人啦，哦，特别就是喜欢讲这些事情，批评这些啊这些，你就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嘛。你又影响不了他，你不要自己哦，觉得我这是慈悲心，我可以影响他，你影响不了他。就像你刚才讲的，要不要给他钱？你直接跟他说 no。坚定的说 "no"，他就不会再找你了。你不要在那边犹豫半天，他就一直会赖在你旁边。哦，这样是不是不慈悲啊？不慈悲啊！然后就给他钱，那他更是要来找你了。你是没有智慧的烂慈悲啊！他讲的是要钱了，说就在我们3楼。No，直接跟他讲 No，知道吧？我们现在慈悲都滥用了，
没有智慧，态度要很坚定，哈、哦，你千万不要犹豫，嗯，人家那种人很会看脸色的，他就知道你在犹豫，你心里头在挣扎，哦，我这么可怜，你可怜可怜我吧，哦，你心里头挣扎的要命 ，no。大声一点，坚决一点，他立刻就吓一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慈悲？他立刻吓一跳。我跟你讲，他转身就走，转身就走。哎呀，他假如还那个的话，你就跟他讲：“我看过你哦。”哎，警告他：“我看过你哦，我知道你是，我知道你是骗人的，对吧？哦，我看过你哦。”这样跟他讲一下。他就知道你知道他骗人的。这种事情我是蛮会做的，嗯，我以前也做过了，可是现在毫不犹豫我就会跟他讲 no。好。假如这种所有这些事情啊，自损损他，啊，事不善性，能生众苦，遭苦易熟，基于此业，涉恋不作，亦不与变，亦不与变，这样明白吗？那种很明显清楚是骗人的，你给了他以后，他会增长这种习气啊。人家还有很多很好笑，报纸上、电视上也曾经登过。还特别大陆啊，组团。大陆还特别说有一个村子啊，是专门训练，哦，他们那里的人呢，村子里的人几乎快要年轻人都出去了，都走光了，干嘛？都到台湾来骗钱了。然后回去以后还大大的讲，哎呀，台湾的人好有慈悲心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专门是装作出家人的。他们真的剃头的，穿出家人的衣服的，好，还很知道什么地方特别容易。比如说我们基金会的门口，我们基金会的门口，然后好死不死，他在我们基金会的门口才化缘过哈，还拿一个本子出来哦，啊，你捐多少钱，还让你写，好像真的一样，还让你写耶。然后还给你一个小小的观音菩萨像啊，或者本师释迦牟尼佛像，给你一个，啊，这样子好。然后中午了，要吃饭了，好死不死的，你去一下麦当劳，居然看到他在那边啃鸡，吃鸡块啊，啃那个，就是刚刚跟你要钱的人。这是我亲身经验，这个倒是我的亲身经验，就是有那个哈，显现的就假象出家了，不是真的出家人，装的出家人，就在我们基金会门口，我们基金会门口的人最有慈悲心了嘛，打听清楚了，然后就跟你讲，拿出一个照片本照片簿哈，照片本来翻给你看。啊，他们现在要募钱干嘛？要修复主庭，哎，还会讲这种话，有受训过。修复主庭，他跟你讲哦，这是谁的主庭？你看看他们现在正在修复啊，修复的那个图啊，蓝图那个画的那个建筑的那个图，那图啊，你看以后要修复恢复以前的样子，以前的样子是这个样，那现在已经开始啊，做到哪个阶段？等等等等，有模有样啊。你一听哦，修复主庭这种事情，在我们佛法来说，是很大的功德呀，很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啊，对吧？以前虚云老菩萨、虚云和尚，不是都一直在各地修复主庭吗？啊，一听好感动哦，现代的虚云和尚出现，修复主庭，心里头自己在联想了哦，跟虚云老菩萨一样修复主庭。心里头你还跟他在那边继续看，人家就知道你一定会捐的嘛，哇，就讲得有模有样。然后等一下哈，他们修复主题都讲完了，对不对？他捐款本子就拿出来了嘛，啊，就叫你写嘛。好，我那天倒霉，
摸来摸去身上只有1000块，都没有零钱，都没有500块、100块，摸来摸去就是那个1000块的。然后你好意思跟人家说，哎，你要找我500块？没这种事嘛，供养没有找钱的嘛，有吗？不行啦，不合，根本不像样啦，不好看啦，不像样啦，对吧？哈，除非你是给柜台啦，你说我立一个牌位，人家有公定价钱嘛，300块或者500块，你给他1000块，叫他找你钱嘛，找700块或者找500块，否则你供养师傅，你有说师傅，你找钱给我，没有这种事嘛，不好看嘛，所以嘞，哈。算了吧，狠下心来，这功德嘛，越大越好。你看看，三轮不空啊，真的，我真的不骗你，我那时候真的是三轮不空的，功德越大越好，就拿出来了，哇，真的是一咬牙，就写了1000块，真的。然后就这样了，自己还觉得，这个功德很大。那天中午去。麦当劳，我跟老师一起去的。我讲过对不对？要不然怎么会笑？我跟老师去麦当劳，喝一杯咖啡啊什么的。我忘记了我们在麦当劳是干嘛，喝咖啡是干嘛，不知道。反正就是在麦当劳，就看到那个人了，不是跟你讲了吗？就那个人，老师还跟我讲。后来再过不多久。就电视就报了，报纸就出来了，就是一个集团，还是从大陆来的，他跟你说要修复主厅，所以带着大陆口音，这再合理不过了。原没有想到他们是为什么会带大陆口音呢？因为是大陆人嘛。我不是说所有的大陆人都这样，就是有一个地方这样，因为回去会宣传。哎呀，台湾人好有爱心哦，真的都慈悲为怀。我啊，那个啊，我跟你讲，同学，这件事情我是从来不曾后悔过，因为我无知嘛，这是所付的代价嘛。我那个时候是觉得我是在帮忙修复主厅，是很好的功德，那就是了啦。后来我发现，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对，好。那是真的。我没有办法把它当假象看，那是真的。虚妄相了，虚妄相了，真的吃。啊，同学们，不要因为你是佛教徒哈，就一天到晚用慈悲这个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真正的佛教徒是以智慧为体的，一定智慧放在前面。有智慧你才有慈悲，以后你做的事情，都是用这个 为出发点，以后会让你生生世世的，你像那个菩萨后来，就他们都是见性以后的，这个度众生的菩萨，那都是大悲了，那都是大悲了。可是为什么他们的大悲就不会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有智慧。我们的大悲为什么老是闹笑话？没有智慧嘛，哪来的什么大？没有智慧哪来的大悲呀？好，好，这一段，同学，你要先有一个真的，其实这个大家共同在这个能量场里头，这是一个一体，是一个全体了，所以你要有这种。你要有这种正确的，正确的自见，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能，损人然后利己的，我想没有这种事情，损他一定也自损，你益他一定也自益，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损人又不利己，自损又损他，这是天下哪有这么划不来的事情，又自损又损他，又损他又自损，知道吧？这种事情你想想看，绝对不要做，绝对不要，没有那么笨的，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是不善性，能生众苦，遭苦易熟，
基于此业，设念不作亦不与变，不只是自己不做，还亦不与变，明白吗？若自了知，我此身业不损自他，是其善性。相反了，于如前说，给予此业而不涉猎，哦，造作，一方面要做，一方面要与变，好，哦，这是翻过来了，不是自损损他的，是自益益他的，翻过来自益益他，那你就要做了，要造作，而且要与变，好，哦，翻过来跟刚才讲的自损损他相反。复于过去以造身业，亦硕观察，我此身业唯能自损，于如前说，对吧？我刚才不是举一个自己亲身的经验吗？哦，这愚痴啊，愚痴，啊，愚痴！同学，1000块钱是小事，真的吧？你这么长长远远的来看，1000块算什么是小事？可是愚痴是大事。愚痴就是大事了，啊，哦！所以要烁烁观察，烁烁观察。如是观已，若自了知，我此身业自损损他，于如前说，便与有智同犯恨所，如实发漏，如法毁除。好，这里讲的发漏毁除在讲什么？忏悔，记着。啊、哦，假如你做了就要忏悔吗？啊、哦，我怎么这么愚痴啊？活该。不过真的啦，真的哦。你假如1000块钱可以学到智慧的话，那就算了，1000块值得，值得，对吧？假如你就是一直很后悔，哎呦，1000块也不少哎，好后悔哟、哦，好后悔哟、哦，那个你就跑到吊诲里头去了。吊诲是烦恼心所，可是忏悔呢？忏悔是善心所，这是好大的不同哦！哦，好大的不同哦，很容易分的，对不对？哦，好，你便于有智同犯恨所，如实发漏，这是事忏；还要如实如法的毁除，这是理忏。事忏和理忏，哈，记着要两个都要啊，要如鸟之双翼，如车之两轮，这两个要并同，一起要一起要同要同时啊运转的，事忏和理忏。事忏只能够忏那件事情，但是理忏会忏掉根，知道吗？若自了知，我此身业不损自他，于如前说，便生欢喜，昼夜安住，多随修学。哦，如是比喻，去来今世所造身业，能善观察，能善清净。好，跟身业一样，语业也是如此。所以下面讲，如于身业，于其语业当知意耳。下面要讲意业了，由过去行为。哦，由过去行过去的行为，过去的行由过去行为缘生意，你看看这多严重啊！你不要以为过去就过去了，除非你忏到根了啦，哈、哦，你用实相忏到根了，否则你看看多严重的事，由过去行为缘会生以后的意。那个业会绑住你的心，业会影响你的心。那个业，你做的业，慢慢会成为习惯，以后你想都不想会继续那样做。假如那个业是恶业，你就恶的循环了。有没有严重？但是反过来呢？假如你的心先转，然后转你的业是善业的话，这个业也会成为习惯，就在善的循环里，心、业、果。三世辗转启用不停。假如你都不观察，都不自己检点，都不观察，那个恶的业会成为习气，就变成恶习喽。恶习了，你以后的业呢？你以后在现行的业呢？
就会被这个恶习怎么样牵引嘛，就由他控制嘛。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心啊、业啊、跟果这三个的关系，好好想一想。假如你都不自己常常哦观察自己的心，你就由着业，你就由着业，由着业，你做事情就是由着你的习气啦，就造业了啦，你就由着它，那你就等着受业果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看到哎，老天爷啊，这个事情一次、两次、三次，你就应该很那个，很警觉心一定要起来嘛。我怎么老是碰到这种境界就会发脾气呢？可见你的习气多坚固啊，多坚固啊！所以你碰到这个境界，你的业就起来了嘛，你可能就出口了，你可能就恶作了，不一定了。你要会看到哇，我的习气真的很严重。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啊，能够反转你的业，你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关心关心关心。你这样明白吗？关心关心关心，这样一直常常这样看自己的心啊，我只要由着我这个的习气啊来主宰我的业呀，然后这个业牵引我所受的果，不要问人家，不要问人家，你自己知道，就是这个与何相应啊，你看看你自己起心动念与何相应者多呀，好，你的造业就是这样。那么他日安身立命之处，他日安身立命之处，就是你受身处了，不劳更问人矣。你不需要再去问人家，更再去更就是再一次，你不需要问人家，你自己应该知道嘛。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寻业发现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一直再而三呢？那个业再而三呢？表示你是就是想都不想，习气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拜托，我们都是杂染的，我们都是阿赖耶，是杂染为根本在造业。刚才讲过杂染，什么叫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所以你就生杂染嘛。烦恼杂染，根本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呢、啊？通常我们就只举贪嗔痴嘛。我们任何的行为里头，想都不要想，与生俱来，与生哦，俱来哦，都带着贪嗔痴，这个叫做阿赖耶识杂染为根本嘛。你的那个底蕴，所有行为的底蕴后面都是贪嗔痴嘛，对不对？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所以常常哦，常常想到这个严重性，第一个就是住戒喽，住戒，住戒。你不住戒就直接掉进去了，来不及的。第一个就是要住戒，然后住戒争取时间 by time， 争取时间来干嘛？嗯，修增上心，增上慧，对不对？所以又回到那个根本，一增上戒，修增上心，增上慧。这个路是不会改变，就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放心好了，就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不管你学了多高深的道理哈，你不要说一切法空啊，全妄全妄全都是妄啊，你就可以哎呀，反正都空嘛，因果也空嘛，那你就死定了啦，你去因果空，你没有那个本事，你没有那种道恨啊，你不要说那个话，它是对的，是真理实相，但是不是在嘴上说的，你没那个本事你就不要说那个话。什么？你没有那个，就不要吃那个泻药啊！那个我不会讲。哎，什么就不要吃那个泻药，知道吧？我们那种一泻呀、啊，那种臭啊，就都是贪嗔痴嘛。你没有那个本事，你真的不要吃那个泻药。嗯，好。这个要烁烁观察我此意业。啊，烁烁观察，这里，烁烁观察，你看特别强调我此意业啊、哦，这个是在根律仪里头会想讲的，啊、哦，用正念来防护你的意，你的意根啦、啊，念防护意，这个叫根律仪。
如是观矣，若自了之，我此意业是其黑品，黑品，黑品，贪嗔痴的，造罪的，贪嗔痴的黑品，既于此业摄念不起，不与其变，若自了之，我此意业是其白品，戒定慧的。贪嗔痴翻过来就是戒定慧，是白品戒定慧的，既于此业而不恋色，发起与变。好，如是于彼去来经世所起意业，能善观察，能善清净，所以者何？去来经世所有沙门若婆罗门于身于意三种业中，或已观察，或当观察，或正观察，反正就是时时观察，你不要管它是当、是正还是已，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小心小心，养成这个习惯。我们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晚上回来能够做一次观察就不错了，对不对？人家曾子以前说这个对，一日三省吾身呢，我们一日一省就不错了。他这里讲的不是一日一省啊，他这里讲的是时时刻刻，你看，就是身与意三业，你时时刻刻在造，在你在造身与意业三种业中，你要以观察当观察正观察，就是时时刻刻嘛，这就是三世嘛，三世嘛，就是念念相续那个三世心嘛，你要时时观察，是不是以清净，是不是当清净，或者是不是正清净，或以多住，或当多住，或正多住，住什么？住正念呐、住戒定慧啊，正念呐、白品呐、戒定慧啊，一切皆由如是观察，如是清净，是这样子得到身与意三业清净。同学，你不要以为时时观察，这哪五颗灵了？时时能够观察，任运能够住业清净的，只有佛。对，我们不是佛，但是你一日假如你可以养成习惯，眼睛一闭，这个就已经圆缺不生了，然后专注一缘，看一下自己的呼吸，这就争取到时间了，争取到时间了，眼睛再打开来，正念真如，明白吗？这个事情一天做数十次都不为过，因为一次只要一两分钟，你越来会越熟，眼睛一打开，你看到境界的时候，自己心里头先有一个正念，这一切都假，因缘变分别变，熟就可以，熟就可以。你假如都不做的话，永远不会熟嘛，你听过听过就算了，好。假如你们有做，觉得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你会碰到什么情形，或者你有什么困难，要来告诉我，要来告诉我，好不好？好，好，底下他用了一个偈子来结束这个三境啊，这个偈子。如佛世尊成为长老罗侯罗说，汝尽罗侯罗于身与意业，应数就是烁烁的一次又一次的正观察，念诸佛圣教。同学，你应该在这个地方要稍微想一想，要烁烁的正观察啊，然后要观察的时候要依着正念。这个正念是什么？是诸佛的圣教。可是请问你，诸佛的圣教是什么？对，诸佛圣教的代表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至敬其意，是诸佛教，教的正教，圣教，正教，圣教，代表，这个偈子是代表诸佛圣教的代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就三净嘛，很明显嘛，
这个就是诸佛圣教戒定慧啊！啊，太棒了！假如你还不太清楚，你就写一个385页了。哎，你本来就知道，还是有看有翻过来看看385页，所以385页就是。有没有翻到385页？在所有诸佛圣教里头，第一个就是这个，这就是代表第一个就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诸佛圣教。第一个就是这个啊、哦。然后这个偈子既然是一个总说，底下一定会跟你讲为什么要依着这个偈子，为什么要依它。因为依他就是底下那一条路了啦。依着这个句子，你能够变幻，你知道生死啊，生死啊，生死是大幻，你知道生死啊。每次讲生死是假象，讲了没有用，你还是在生死里头啊。他让你就是这样流转，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出体，永不出出出，永远没有办法出轮回。永无出期，这个厌患，你要觉得厌，不是说很讨厌那个娑婆世界，不，厌患不是这个意思。厌患的意思是你要真的觉得够了吧，够了吧，我厌烦了啦，我已经觉得生死的轮回这样没完没了，没什么时候才是尽期呀、啊？什么时候才是正近期啊？生死的轮回应该够了，应该够了。厌是指这个厌，这个明白吗？你不要以为容易啊，很多人都觉得生死还蛮可爱的，世间啊真的很多可以留恋的，世间很可爱，生死很可爱，我活这一辈子啊没有遗憾，该吃的都吃了，该玩的都玩了，小孩子孝顺，他的老公体贴啊，有钱有势，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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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辈子哦，好幸福哦，心满意足，嗯，对吧？反正我自己有用，还有多的，所以呢，布施，下辈子啊，布施得财富啊，下辈子继续做后亚郎，世间多美好啊，啊，人生多快乐呀，有没有这种人？当然有嘛。这种人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不知道厌患，讲的第一个有没有？那边厌患有没有？厌患啊，你一定要先升起厌患心，才会有离染，染就是这个生死轮回，离染的心，杂染嘛，生死轮回就是三杂染，离染的心，然后你才会真的修行，才会解脱嘛。你连厌患的心都没有，那后面当然别谈了，甭谈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假如你没有这种厌患的心，接下来就是沦坠于诸欲嘛，一定是这样的，沦坠于诸欲嘛。好，你长夜爱药，愧闹杂处啊，就这样，你不会升起于愧闹处，难得远离，你不会升起这种心的，嗯。你看到后面就会讲了，长夜爱药，色声香味触，故于五欲尽，辞去沦没。诸圣弟子于如是等乐着杂染，轮回啊，杂染就是轮回，三杂染嘛，轮回能生啊。假如是圣弟子，你要生这个苦，知苦，这叫知苦，知苦才会断集。你真的想断集，你真的想出轮回了生死了，你出轮回，你真的想出轮回，你才会修道正灭，这根本法轮嘛。好，这样子烁烁思则，烁烁思则呀，哈、哦，彼由如是正定心故，能如实知，因为如实知，如实知故嘛，因为如实知，你才能够起厌患。由厌患故，你才能得离染，这样知道吧？怪不得我写385页，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意思。所有一切
三世一切诸佛所教的都是这个。好，翻回来，所以念诸佛圣教啊，罗侯罗汝应学士沙门业啊，修行若能于此学，为圣善无恶，不只是善趣哦，是圣善，是出世哦。若于如是身语意业审证施则，诸此诸诸此诸业唯能自损，广说如前，是名观察。你自己可以看是损还是益，自己看。若于一分摄念不作，亦不语辩，广说乃至发漏毁除。富于一分而不念色，造作语辩，广说乃至变生欢喜。好，这个是善业的部分了。昼夜安住，多随修学，是名清净。同学，你回去啊，就不要这么快的念，慢慢的念，把段落搞清楚，明白吗？先爬书文字，啊，把段落都搞清楚，把那个逻辑找出来，然后再去体会，然后再去体会，体会以后再把重点呐、啊，重点呐、啊，做成结论。这好几次哦，好几次看书这样子整理哦，做成结论了以后，你的心要安住在结论上，不是背这个文字，背这个文字没用的，反正你也背不起来。好，到这里结束三境，底下就是功德了。好，功德，同学们，我们白板上我只写了第一个最胜功德，第一个。有没有看到我写一啊、哦、跟第二个，跟第二个也很重要，非常重要，临终啊不会跑到恶趣去啊、哦、临终生善趣的第二个功德，我黑板上只写这两个，其他自己念一下就好了啊、哦、好，请看。因此这样的如是清净施罗律仪有十种，十种功德胜利，何等为十？为诸所有具戒士夫不得伽罗自观戒净。你自己每天三身语意三业的行为要常常的观察，观察以后啊，戒净，好，这样自观戒净，你变得无悔，你戒净你有什么后悔的？欢欢喜喜哪来后悔，对不对？无悔，无悔故欢，欢故生喜，这都会顺着发生，它会顺着发生啊、哦。喜故由心喜故生得清安啊、哦，不只是哦，我自己观察一下，觉得我没有白过这一天。我积聚了一些福德，而且这些福德我只要和般若相会，起一念无上菩提相应之心，这个福德会转成无上菩提的菩提之粮，我心里头觉得很高兴，这一天没有白过，明白吗？很欢喜啊、哦、自己要多大的因缘具足啊，你才能够有这样的美好日子，明白吗？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有的人听得懂了，有的人还在为生活奔波的，还在奋斗的是，好，这样子啊，戒净无悔欢喜，然后觉得身心哈、啊、都觉得安乐，就身清心安的啊。好，身故有欣喜故。身也一样，身得清安，身清安故便受圣乐。这个乐不是世间乐，是圣乐，不是世间乐。也许你的日子很清苦哦，别人来看，哎呀，你过什么日子嘛，你就是这样吃哦，你就是这样哦、啊、衣服还破破烂烂的，你这鞋子怎么不买好一点的鞋子啊，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就是怎么不买一个比较大一点舒服一点的房子，就这样就这样，别人也许会觉得你很苦很辛苦的，没有必要嘛，然后还会劝你，哎呀，钱就是要花了，不要留给小孩子，
其实你不是不花钱，把钱要留给小孩子，其实不是这样，是你根本觉得花钱很麻烦。同不同意？真的很麻烦。你叫我要去买衣服、买鞋子，还有老天爷，真的好麻烦哦，好麻烦哦，有没有？哦，你觉得什么事情你最喜欢做？嗯，能够待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小孩不要来吵你，能够在家里头安安静静，家里头啊，没有什么人吵你，安安静静的，对不对？你可以读读书，然后就想一想，读读书。想一想，读读书，想一想，一下子早上过去了，哎呦，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很有意义，很有意义。人家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去澳洲开50年的同学会，嚯，老天爷，嘎西，开同学会开到澳洲去。开到美国去，开到夏威夷去，开到近一点的话哈，开到香港去，开到新加坡去了。连在台湾开同学会都已经觉得不过瘾，还开到……你看每个人都在笑，表示你们都听过这种事嘛，或者你们自己都碰到这种事嘛。你才刚刚从美国开同学会回来，是不是啊？笑成那样，好，恭喜你，侯亚兰。这种事情啊，一辈子做一次应该也很够了，年年都做真的就太累了，对吧？年年都这样，那真的太累了。这样子啊，你自己啊，对于这种就是世间这种轮回事啊，都在搞这些轮回事戏论呢，觉得要起厌了，就是足够了，够了，你再这样下去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轮回嘛，是不是？我现在有这么好的时光啊，身体也可以啊，心也还都记忆力啊、理解力啊都还很好，为什么不把这个最好的这样的身心状态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好好的，真的是你一想，一直想，用一次的时间，多一点的时间，把它想一个透彻，想一个明白，不要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是轮回啊，讨厌死了。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反反复复的人？哇，今天觉得学佛很好，明天又觉得学佛好像没什么，过几天又来了，讨厌死了，真的，对吧？不要这样子搞嘛，你一次把它想清楚嘛，好不好？所有的问题把它写下来，一次把它搞清楚哦。好，厌，这个才叫做厌啊，够了，够了，够了，便能起厌。这轮回要轮回到什么时候你才够嘛？问自己，你要这样如实之见故，便能起厌；能起厌故，变得离染。这下面都顺着来了啦，起厌就能够离染，那最后就能够证得解脱。得解脱故，便自知见我已解脱，乃至我能于无余一波涅盘界当波涅盘。如是所有具界士夫不得伽罗使罗清净增上力故。获得无悔，见此乃至能到涅槃，是名第一施罗律仪功德胜利。这是白板上的第一，没有问题吧？这样子哦，就是一个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好，第二个我讲过了，讲过，这才是真正的临我们要去给人家临终关怀，或者自己对自己做临终关怀，这才是真正的临终关怀。于临终时起如是念：我已善作身语意行。啊，我没有做什么不合因果的事情，自己心里头非常非常的笃定，然后升起欢喜，这个叫，这个就叫
就叫做前面讲的戒净无悔，有无悔故欢喜，有欢喜故安乐，必生善趣，就这么简单，必生善趣。无悔故欢喜安乐，你为什么无悔啊？无悔欢喜安乐，这是顺着来的啦，哈。可是重点就是，你怎么会无悔？心里头无悔，因为戒净，明白吧？所以重点是不是在戒净？其他都是戒净引出来的哦。好，戒净，于临终时起如是念：我以善作身语意行，非我恶作。你没有恶作什么事情，所以你也不必后悔啊。身语意行，乃至广说。若有其去做福业者，做善业者，做能救济诸部位者之所因往，我于失去必定当往。做福业做善业的这些哦，心里头啊，这个时候啊，哈、哦，死的时候叫做善心死，这个我们读过了，同学在第一卷就读过了，善心死，善心死必然能往。散去，这是随业牵引。可是同学啊，你要这样当然也可以啦，这就是普通人家讲的增上生啦、哦、可是同学，我们不要这样子就足够，我们要决定胜，不要增上生。假如你要决定胜的话，你就知道所有你这些啊福业善业要回向，要不然嘛净土中你是回向往生，要不然嘛圣道门你是回向无上菩提，知道吗？只有这两种回向，回向菩提或者回向往生，不要得一个啊善趣就很以为足了，听得懂对不对？可是假如你是要走圣道门，你去必须先能往上善趣啊，你想要到三恶道去，你怎么继续的修学佛法？不可能啦，不可能！千万不要糊里糊涂的、傻傻的、愚痴的行布施。你看现在很多小狗，每天都看得到，连捷运里头都看得到。你看现在很多小狗哈，被人家弄得漂漂亮亮，抱在手上，背在包包里，还有一种更有意思了，用那个推娃娃车，现在有一种不是推娃娃，跟那个车子差不多了，也是推的推车，可是它里头不是放娃娃，看过吗？看过吗？几乎天天都看得到，它里头放那个漂漂亮亮的、神神气气的狗娃娃，对不对？然后那个狗娃娃用那个车子推着哈，旁边一样，还给它放零食，还给它放水，有没有？嗯。然后还啊，一直坐一直坐，也会坐累嘛，还把它拿出来让它稍微跑一跑，然后又抱起来放到车里。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啊！每天都有看到，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你知道那么享福的那个狗娃娃是怎么来的吗？就是你做这种事来的，你下辈子就很可能就是那个被人家推在车里漂漂亮亮、神神气气的狗娃娃。愚痴的福业感这种报，这个报怎么来的？愚痴的福业所招感。不要很高兴哦，愚痴的福业招感、哦、好，这两个，第一个第一思罗律欲功德胜利当然最重要嘛、哦、第二个也很重要，当然要往善去，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二无悔，有无悔恨所有世夫不得伽罗明贤善，明贤善，贤善死啦，就是是死，不是贤人善人就会死，谁都会死啦，好，贤善谁都会死，他会先安排好，他会先自己很确定自己的去处，那个贤善死。贤善妖事，贤善过亡，是名第二思罗律仪功德胜利。第一个贤善死，可能你都已经会误会了，怎么我做这么多好事，我做这么多功德还会死？当然会死，谁都会死，对吧？好，第二个你可能更会误会了，不只是死还妖事了，
那是因为我们世间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妖事是不吉利的事，是不好的事，是倒霉的事，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也许呢，妖事是什么？你造的恶业少，所以很快你今生的业就筹满了。我们活着都是为了筹业嘛，你已经都筹完了，所以就走了。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用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知见去看人家妖事，那个妖事哦，假如是天主教、基督教、外道，人家都会说：“哎呀，他去做天使了，对不对？”怎么反而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妖事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呢？然后你又带到佛法里头，看到行善都还妖事，那么学佛干嘛？有没有看到自己？那个很奇怪的、很不正确的这种，但是又是我们民间传统的观念，你有没有看到？同学们，不是你那样子想法。好，这是第二思罗律仪功德胜利，我们要念快一点了，下面都简单念过去就好了，回去你再慢慢看都可以。富有所余，具戒四福补德伽罗，遍诸方域，妙善称誉，就是声名在外哦。声诵普文，是名第三施罗律仪功德胜利。好，在下面，富有所余，具戒四福补德伽罗，这都同这这个都是一样的句子嘛，所以很快，这个都同样的句子，有没有看到？有哈，请安觉安，多好，每天都可以睡一个好好的觉啊，因为你心里头没有后悔。啊，我这今天没有白过，今天过得很有意义，哈，心里头好高兴，这样子。所以，请安觉安，远离一切身心热恼，是名第四思罗律仪功德胜利。在下，富有所余，具戒四福补德伽罗，若勤若觉，诸天保护，是名第五思罗律仪功德胜利。有听过吧？我们有五个戒，每一个戒都有五个护法。25个护法够了吧？够多了吧？哦，在下面富有所余，具戒四福补德伽罗，于他凶暴，不虑其恶，无诸怖畏，心离惊恐，是名第六思罗律仪功德胜利。哦，这个很重要。你自己不去犯人家，可是人家来犯你，怎么办呢？第一个你要有很正确的想法，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因果自负，他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你其实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每一个人都因果自负，明白吗？好，不过你要聪明一点啦，不是因为因果自负，你就随便让人家对你怎么样，你不会走开呀，你不会跑啊，对吧？就像人家刚刚讲跟你要钱，你不会说 no 吗？你不会离开吗？你不会报警吗？知道吧？不要做一个点点的笨笨嗡嗡那个烂好人。我讲错了吗？点点嗡嗡，随便让你们高兴一下。好，再来，富有所余，具戒四福补德伽罗。下面是什么字啊？诸喜，是喜吗？它下面好像有个心字啊。诸喜杀者，冤仇恶尤，虽得其戏，就是人家见缝插针了，找到你，找到那个，就是你有一个把柄啊，不要说把柄难听了，就是有一个什么机会了哈，虽得其戏，亦常保护了之。此时具戒四福补德伽罗，或为善友，或助中平，是名第七思罗律仪功德胜利。其实是真的，因为。一直有护法在旁边，护法，我这一辈子哈，你不晓得我这一辈子有多少次这样糊里糊涂的，可是很奇怪呢，就真的会有，就是你糊里糊涂的，别人都觉得你这样的人，都觉得像我，至少我孩子啦，就觉得哈，至少很明显啦，我孩子几乎每天都会跟我讲，妈妈过马路要小心。我说会啦，我会看红绿灯。哎，看红绿灯谁都会，对不对？然后他说，不只是看红绿灯，还要看看
左右有没有人闯红灯啊？哦，像这样，比如说像这样的事，我跟你讲，其实我偷偷的不晓得多少次不看红绿灯就过马路了。有一次甚至于啊，老师都晓得，老师就常常说我的护法都被撞得去住台大了，代替我去住台大。有一次我过马路，绿灯啊，该我过啊，我的路权啊，我就过啦。可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转弯的，人家也是一样，绿灯可以，可是人家可以转弯的那种哦，那就看谁了不起了嘛。啊，我碰到的是他，真的了不起，他是大卡车，我照样走我的路啊，绿灯走我的路啊，人家是大卡车呢，你要不要让他？你当然要让他嘛，因为他真的比较厉害嘛。问题就是我连看都没看到他，所以真的我比较厉害对吧？我没看到他耶，结果那个大卡车在我旁边，好猛的刹车刹住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大卡车开车的司机啊吓到了，我吓到他了，我吓到他了，吓到了，吓到，我看到他吓到，因为他讲不出话来，连骂我的话都讲不出来。我真的很厉害，我连看都没看到大卡车，看都没看到，所以我的身上都一直有护身符，什么金刚经啊，哈，什么什么那个啊，观世音菩萨，哦，我身上一堆护身符。可是不好，我不是要你们学这个，我真的不是要你们学这个，是真的有护法，这个我很确定的相信，因为我自己应验。但是不能靠护法，你总不能叫护法去帮你住台大医院嘛，哦，这顶多了不起做个一次，哦，就应该很惭愧了，很惭愧。好，这个是，这个已经到第七了对不对啊？还是到第八？到第七啊，哦，到第七啊，哦，其实后面很简单了，我刚才少讲两句废话就已经念完了，就当作念完了。我们下次会很快的复习一下，复习的时候会把没念完的，哦，尽我的义务把它念完，然后我们的重点是要从下一次开始要讲根律仪了，好不好同学们，哦，回去自己都要记着赶快复习，还有那个要一天要数十次的练习的事情，一天要数十次练习的事情，这样知道吗？真的是很，至少对我来讲了，我觉得是很有用了，又方便，哦，非常方便。那假如你不做的话，其实就一点用都没有嘛，对不对？哦，好，诸位大德，请合掌，恭念回向记，学修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